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卓菲上秋，我而家挑战紧二选一游戏，想唔想知我点拣？因为我都是试探拣，因为我两个都咁想。哇！我觉得我而家会宁愿喺新西兰，因为香港好热，我而家留下来喺冬天。其实我都想去旅行嘅，但系我觉得放假就翻屋企会开心啲。哇！我而家会拣读咗书先嘅。唱歌好听，点解咧？因为我唔知啊，读书好叻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就自己知道就 OK 啦。唱歌好听，即系我希望都人哋都系认同嘅。瘦啲，因为瘦啲咧，其实俾人感觉咧都系高啲嘅。咁但係高啲呢就未必係真係瘦啲嘅。好難食，因為我真係要瞓覺，因為我一唔食嘢呢我就會好想瞓覺，所以我如果我真係唔食嘢嘅話呢我唔可以瞓。最長可以瞓幾多？其實我唔係瞓得好高嘅，即係我諗最長我瞓唔到嗰啲十幾個鐘嗰啲，嗰啲就真係太誇張，但我會瞓下醒下瞓下醒下。可以瞓好長時間，冇零用錢，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冇零用錢。食極地，呢個係我嘅夢想，希望佢會成真。唱歌表演呢个答案。OK， 挑战成功，耶！